到了，出来吧。你知不知道我刚失恋啊？我知道，而且是你甩的人家。马上就毕业了，我没感觉。行，不喜欢不行。开始的时候带着爱情，还给他怎么的？虽然这一场没过。我要是拒绝的话，是不是还得掏花钱啊？李娟，哎，玛丽不同意，说对你没感觉。你快点，快点，咱还有下一波呢。所有姑娘都是喜欢强悍的，最后不行咱就得放大招。教你了啊。表白完了连朋友都做不了。那要是介于喜欢和不喜欢之间的，比如说，比如我，这又不可能啊。我跟你说正经的呢。我说的也正经的。